主料：蘑菇300克，鸡蛋2个，面粉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五香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把新鲜蘑菇掰开，用水洗净，用手撕成条状。把洗净的蘑菇加入少量的五香粉，把洗净的蘑菇加入食盐，放入好味的蘑菇内，加入2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再放入少量的面粉和一大勺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把每一条蘑菇均匀的挂上面糊，锅烧热，加入色拉油，一定要把油烧开再放蘑菇，这样炸出来的蘑菇特别的脆。放入蘑菇，高火炸哦。蘑菇放入一分钟左右，要用筷子把蘑菇散开，要不然就成蘑菇饼了哦。炸至两面金黄色，把蘑菇捞出。烹饪技巧：买那种水分少的蘑菇，要是含水分多，炸出来的蘑菇会不够脆。